在担任校长的这五个多月中，我其实最感谢的就是我们众多的师长、教职员，还有学生以及我们的校友，在这段期间给我很多的鼓励，也给了很多的支持，让我更能够坚信文化大学能够在一个非常团结的气氛跟氛围之下，能够带领我们学校迈向下一个60年，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文化大学在2021年首度进入英国 QS 亚洲大学2022前450大之后，2022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 THE 公布2022世界大学排名，文大又首次进入 THE 榜单。我们持续在国际排名上的推动，能够邀请到一些享誉国际名师的传道授业，这些都一定有助于文化大学在国际的肯定以及排名的努力上，可以看到一些亮眼的成果。我们往后针对的是校友以及所有学生毕业以后会参与的组织、企业，去进行一个非常广泛的沟通。往前是高中端的学生、老师，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们对于他们在高中端的教学所面临到的困境，以及这些高中生毕业以后所必须要有的期许。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利害关系人的普查，而且充分的沟通讨论，进而可以发展出我们独特的教学的教材模式，以及未来学校要往后走所必须要做的改革。我相信文化大学在台湾的生存发展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武林，我认为透过利害关系人，包含到所有的高中的师长、同学、校友、教职员生等等的通力合作，我们不只要走出困境，我们更要能够突破我们目前既有的框架，能够有竞逐全球的自信与自我实践的能力。在这样的一个推动过程中间，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因子在于，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创办人张其云博士的办学理念，以及质朴坚毅的校训，因为这些就是我们文化大学的 DNA， 以及我们赖以永续发展的根本。